嗨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带大家去吃一间很厉害的网美店 ，Let's go。Just orange, just orange, 跟 orange 还有更多的 orange， 跟我。好，那我要开动了。我刚点了一个叉烧的 Benedict， 然后不得不说，它真的长得像那个墓园墓碑的，只差没有放在照片上面而已。就是它就是下面就是草啊，然后上面很像就是一个放个十字架什么的这样。好，我的影片到这边啊，如果喜欢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。